谢谢。先送给你个红包，开工大吉。谢谢。好，谢谢谢谢。你猜它里面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信吗？还是什么？妈，真的是！天哪！6块钱是祝你今年又到起飞，紫色的紫气东来，绿色的一路畅行。哇塞，太会了，太棒了！谢谢谢谢，收收下，感谢。当你的身边的朋友听说就是你要来演这部电竞题材戏的时候，他们有跟你说什么吗？身边的朋友就是会很羡慕，对，感觉挺开心的吧，就是打游戏就把工作给做了。那从开拍的时候就是训练电竞训练了多久？开拍和训练电竞也有一个多星期时间吧。训练完之后有没有觉得自己手速快了？倒也没有，因为他其实不是为了打游戏而训练，他是为了那个团队的一个默契。嗯，对，就是为了培养大家，因为一开始大家在一起不是很熟悉，然后一起玩玩游戏什么的，可能会更快的建立一个关系起来吧，就大家会熟起来，拍戏的话就会更加了解对方的一些想法。因为在剧中就是你饰演的简阳，最开始可能是你把你的前女友带进了坑，然后结果她却比你先获得了冠军。嗯，你觉得剧中她的内心是怎么样？其实她最后应该是很祝福童谣的，对，就是觉得虽然说最后是两个人没有在一起，但是他还是拿了冠军，还是会为他高兴的吧。也其实会有挣扎，但是其实他最后的结局是祝福的。嗯，这部剧开播之后你最期待的是？最期待应该是那个他俩官宣，在微博上官宣了。嗯，然后我刚得知了消息，看到他俩官宣的那个消息，就那一场还挺印象深刻的。是吗？嗯，我是反正最印象深刻的是那一场。嗯，那你觉得去播之后大家会对简阳有什么样的评价？都会有吧，好坏都会有吧。嗯，因为之前我们就说要采访你嘛，然后你小许哥们就说给我的形容词列出来了一堆，然后你可以猜一下他们给你的形容词是什么。是给我的还是给你的？就是让我们了解你，然后给了一堆关于你的形容词。形容词：善良、可爱、帅气、可爱且迷魅力四射、迷人、不失风度、特别有梗、嗯、然后特别帅气，尤其特别喜欢别人夸你帅气。嗯，还可以举重了。嗯，是对的。有没有是哪些他们是不知道的？是我本人的特质是吗？我就没有，其实差不多都就这样。你私底下性格也这样？是的。那如果想要快速跟你成为朋友，有没有什么小妙招？有共同的话题吧。嗯，或者有共同的爱好，比如就是一起，反正在组里边跟当时跟那个微笑的组里面跟大家熟起来，就是因为打游戏。对，因为大家都会喜欢玩游戏，然后玩的还都是差不多一个水平的。对对，也没有很坑的，也没有很厉害的。前句话说出来都以为是你的水平特别好，然后大家跟不上你。没有，是因为大家水平都差不多。对，主要刚才嘴角邪魅一笑。嗯，因为我算差的。其实有没有看一些什么追什么剧或者看什么书，就是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？其实最近就是看一些看了顶楼。嗯，还挺好看的，挺洗脑的。你觉得自己会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，相对幸运？嗯，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很幸运的人。嗯，那最近让你觉得比较幸福的瞬间是什么？最近让我很幸福的瞬间，吃火锅的瞬间吧。有，目前我的担忧还好，没什么担忧。嗯，因为这段时间也是刚刚毕业嘛，大家就很关心就是你的事业上的规划，能不能分享一下事业上的规划？事业的规划就是未来会以影视方面为主，然后综艺啊和音乐都会有触及。嗯，就等于继续努力呗。对，继续努力，对，加油。听起来好像说了很多，实际上就是我要努力。对对对，因为一开始就是对自己的规划其实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还是在给按照自己的一个规划上再走吧，慢慢的去加油这样。我们上一期嘉宾其实是姚池。嗯，然后他其实有给你留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他会给你提出一个比较友善的问题吗？我不知道，感觉应该会友善吧。嗯，哦对，翟潇闻我忘了让他帮我宣传了。翟潇闻帮我宣传一下我的戏好吗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就是劈叉20秒。
什么？下叉是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 ，OK。我们可以最后下个叉是吗？可以，可以。但是好，3、2、1，20秒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0，20。是吧？他没说用腿下叉。宣传你微笑时和美，下差20秒。他未必会下差。那是演员是吗？那我也是演员，我都可以下差。你这不是影视剧、音乐双栖三栖吗？那是一样的吗？那要下不去哪里？下不去下不去吧，我没说必须一定要下去。真棒！嗯，这个游戏被你玩成这样。随便抽是吧？对，那就抽中间的吧。哎，它里面是一个小挑战。好，直接打开就好了是吧？唱一段《热爱105度的你》。咋唱的？谁能帮我放一下？我先听一下，想不起来有点。哦 ，OK， 好，3、2、1 ，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8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。OK， 是，就是这么突然。然后最后就是宣传一下你。好，大家一定要看哦！我真的都是这样的，你不要觉得惊奇，真的是这样的，所有的都是这样的，真的不是，我发誓，你去看其他家的，你就知道了。我不看其他家的，我家这么好，干嘛看其他家的？是，说的好有道理。好，浮夸嗨聊，加油！你们是我们暴富吗？暴富的原因？一起暴富，来发财，发财！好。这真的给我哈？啊，谢谢。好辛苦，他会气吐吧？他可能是气哭。